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仙西瓦。有一天我去巴塞隆纳的时候呢，我的朋友给塞恩呢，他跟我说："为什么大海是蓝色的？"我想了一下，我就说："你在大声什么啦？你在大声啥啦？"应该是鱼吧，鱼在大海里面会咕噜咕噜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，请给我订阅加铃铛，好，帮我分享出去哦，谢谢，拜。